这个券咋卖的？再挣150。这个80卖不卖啊？80啊？啊，这才有人搁90，能赢你给我100块钱，能拿就拿，不能拿90我能拿，90我能拿。来两趟了，那家伙，他说少不了150，这都给90。行吧。刚刚买到了一个民国时期哈尔滨的身份证，今天呢，我想挑战一个新的模式，就是根据民国身份证上的信息，能不能找到身份证的主人？咱们试一试。这本身份证啊，是民国37年颁发的，也就是1948年，证主人呢叫王王氏，民国2年出生，民国2年是1913年，也就是说这个人活到现在得111岁了。找到这个人呢，肯定是不可能了。咱们更换挑战。看看这个身份证上的人的住址还在不在？地址写的是东富家区富锦5道街15号，东富家区在如今的道外区。富锦街呢，我也找到了，就是这里。这条街呢，就是北5道街，另一条街呢，就是富锦街。身份证上写的是富锦5道街，富锦5道街现在肯定是没有了。这个富锦5道街会不会是现在的北5道街呢？哎，咱们顺着这个北5道街走，真的是一排一排都是民国建筑。真有可能找到这个身份证上的地址啊。哎，你们看这个建筑好看吗？还带个小阳台，也是民国时期建筑。我呀，根据号码推测，应该就是这里啊，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富锦5道街15号。这个身份证的主人呢，可能就住在这个楼里边其中一户。如今这个楼啊是不让进了，咱们想找到准确住址啊是不太可能了。看到这些民国的建筑，还有我手中民国的身份证，有些感慨，真的是物是人非今犹在，不见当年还复来啊。